当女生对男生身高迷思大调查，会他很高才选他，对，要有一点高度啊。台湾女生对男生的身高要求70以上，喜欢老公的脸吗？他说我以前像金城武。还要告诉大家许多捷运小常识。捷运上看过这个钢丝玻璃，那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？像房子太高的人经过，他在晃着，哎，地震来了。